定有，我觉得啊，最贵的是这一期，你还拉了一个少女喜欢的彩妆，哎，这个很贵啊，他打了44折。目前是775伤，哎呦，好低哦，34折，那好，好接近哎。因为我是一个逛街超过大概30分钟我就开始耳鸣的人，耳鸣，对，就是我很怕人很多，然后选来选去，挤来挤去，所以我来周年庆，我一定是先再来，就是。欢迎光临现在的女人，我是大师。伟大的十月来了，这个时候不买哪时候买？你想想看，一年下来薪水又没有在涨，但是什么都涨。对，这个时候要开始蹲毁的时候了，下手要快，因为很多呢根本他从来不打折的，这个时候搞不好都下到5折，吓死你了。嗯，跟他们三个导游去就对了，不会买错东西了。小凯老师，大家好。火焰老师，杀的呢就是法品、造型品，对，然后电器、电器，对，电器产品还有头发的商品。因为你知道那个像有一些牌子都非常硬，连我去买都没有折扣，哎呦，但是只有在周年庆的时候还有赠品，不得不跟百货公司配合。对，而且它还有出现那种沙货，我们叫沙货，沙货就是那种胖胖瓶，只有在小弄才有，从上到下，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全家都可以使用哦。是哦，等下再告诉大家。是的，李瑞老师呢？我觉得周年庆啊很特别，就是啊很多新的，因为现在秋冬嘛，一定很多抗老商品。嗯。可是抗老商品呢，平常新品是不打折的。嗯。可是，在周年庆的时候呢，都可以下杀到6折到7折，所以这时候买非常划算。然后我自己啊，很建议大家周年庆要买的什么寝具，因为好的被子，我也爱买。其实好的被子平常好贵，两位婆婆妈妈去那边已经没有形象，一定是开始扫货开始杀。所以这位老师他就是走优雅，他不走周年庆的，因为人太多了，是不是？我都在周年庆之前就先跟他多的，他觉得他要够 fashion， 而且都是在 VIP 预购期间，而且不能匆忙。VIP 预购期间，就是不用人挤人啊。对啊，而且我今天要介绍很多那个都是很好的彩妆组合，是还有清洁类的，都是消耗品，这个时候一定要大量囤货，而且还有下杀到4折的。我的妈呀！不可思议，4折，而且是超好用的东西哦。是是，光买一个东西，一件产品呢，就可以换好几个免费的东西了。对。那今天来报名的六位军团艺人朋友们呢，他们预算呢，这个其实有一点少，不是因为知道你们没有那个上限，知道你们没有，可是呢。要给你们一个考验，就是说你们买东西，一要适合自己，二呢还要精打细算。这次的周年庆抢购预算分为两组，贵妇组的预算上限为10000元，小资组的预算上限为8000元。选好自己需要的东西，并且仔细算好折扣，赶快杀向周年庆喽！贵妇们果然快很准，已经选好了想要的品项喽。Emma 主攻抗老保养以及彩妆组，特如选择了美发产品以及护肤组，而逸轩则是选择了保养以及底妆组。马上就请达人来公布价格吧！其实你知道预算有限而已，所以那个彩妆跟保养要，当然，而且保养呢要先拿这个有抗老除皱的这个系列，因为平常买还蛮贵的，便宜。对，周年庆我相信它一定会有，而且这连在飞机上买还不便宜。在飞机上认识他的时候，我想说飞机上应该可以有个很好折扣，哇！可是他真的很好用。那我们来看看，好，老师，我觉得一定有，我觉得最贵的是这一组，一万啦，太贵了，一万怎么可能？这一组啊，很贵啊！我跟你讲，这一组它有两瓶是正产品，对。明星商品就是蹦蹦蹦蹦蹦到拉皮，蹦到不行的拉皮霜，所以它的原价呢，其实这些加起来啊，10400多块。给我周年庆价，你还有那两组哦，先给我这个周年庆价，老师。好好好，周年庆现在多少钱呢？5800。谁打的？大概6折。对啊，你还拿了一个少女喜欢的彩妆，哎，这个很贵啊。少女牌，这是少女界算是少女界的梦幻品牌啊。他拿这个呢，他有那个眼影啊，他的经典的腮红，然后还有个香膏，原价快3000块，原价
啊，结果呢？那个周年庆的价格，因为这一家其实不太打折的，对，它周年庆的价格是1953，这个也是，这盒子很可爱哈，这也是少女牌的部分。它里面呢有睫毛膏，然后有唇蜜，还有他们的明星商品，就是可以当假彩的这一个，然后有一个毛孔修饰品。哦，它修饰品好像原价4100啊，那你一定爆表了。不一定哦，不一定。周年庆价是，他如果他打了44折，我告诉你，你目前是7753。哎呦，好低哦，44折。44折就是1000。没有，没有过。天哪，好厉害！哇，还可以坐计程车回家。真的耶！直接吧，给他1万块，不用砸。9553，好厉害！是，贵妇贵妇，太开心了。对呀，是真的有在做功课的。有，真的。但是这一组真的很厉害，很建议大家周年庆的时候买。其实不止妈妈需要了，我觉得年轻的小子女也需要，因为呢，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啊，嘣嘣嘣嘣到像艾雅这样子的苹果肌。我不相信。讲话都很想睡觉，就要一直很大声的，可以用置换吗？可以，行，来，好了，蹦蹦说怎么用呢？其实很简单，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稠的那个乳霜，它不是那种比较稀的凝霜。像这么稠的那个半脸要用多少量？这样就好了，因为它很油啊，黄豆吧。老师，它是最后一道手续吗？对。你前面的都是化妆水啊，精华先用，然后就用这个蹦蹦刷。用法很简单，先在你的手掌呢匀开，搓一搓，温热。好，然后呢，我们就很均匀的呢，只要把它涂上去就好了。然后你只要配合简单的拉提的动作。早晚都可以擦吗？早晚都可以擦，因为这个蹦蹦霜它里面呢，之所以可以让你皮肤崩提拉，原因就是呢，它有一个专利成分叫 NIA114。大家听不懂对不对？好，反正你就只要记得它是一个生态复合物，主要呢就是从肌肤的底层帮你把一层一层的皮肤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你的皮肤呢就会比较紧实，比较拉皮。要不然这个气候平常的乳液我觉得都不够，对，要有个霜，要霜，4到6套拉完，哇塞，哇，好好笑哦，你的脸，真的吗？好，真的蹦起来，蹦起来，真的蹦起来。边苹果就这边是消进去的，没有脸变小，没有擦蹦蹦霜的那边比较垂，你也太夸张了吧？没有，对啊，那边这边比较垂，垂的那一块，对，那块肉，不用擦蹦霜，哇塞，才一瓶哎，那就擦一瓶而已，厉害。如果你连它什么都没擦，没擦眼睛，你说这一组本来10400多块，现在多少？5800，我想要，什么人都可以擦。只要你觉得你的皮肤啊，已经出现一点点老化，现在比如说你有点垂啊，你的毛孔早垂了，不是，你有时候不是垂，它就是会多了一点，不是，你这样垂是累，累就累，很疲惫，毛孔对，疲惫疲惫，然后你的对毛孔本来是圆的，变变椭圆，然后又变成拉长的水感。就需要用，因为它帮你把每一层的皮肤啊连起来，就会往上提。差好多，是哟。擦上拉提抗皱乳霜，让脸部的肌肤更紧致上提，打造年轻的 B 型小脸哦。周年庆，好了，不要急，不要急啦。你有没有做功课？我有，你就是我的功课。哎，啊，跟大家讲过多少次？你们有没有收集资料？有没有各家百货的资料有没有收集？不管哦，同一家百货它可能在不同的点有不同的优惠，对不对？对。如果你都做好功课，赶快跟我来，我要告诉你杀到底的组合啊！不要讲了，带我去，带我去！不要，先享受一下这个。对，不要这么近，老师救命救命，不能拍这么近，毛孔都看光光了啦！你不是一直号称女人最佳肌肤？你不是美肌王？美肌王也是要有一点距离的。你仔细看自己的镜子里面的自己哦，你会发觉以前的毛孔比较小，现在的毛孔好像会
张开嘴巴，或者是你的毛孔那个地方变一条线一条线，所以啊，你那个毛孔啊就越来越松，越来越松，这就是老化的第一道征兆，你知不知道？知道知道，老师，你干嘛一直看我？就是我本人吗？对。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先讲他们的必牌商品，就是这一瓶，不用介绍它了啦，因为它一瓶就是解决你几乎所有的问题，对不对？对。他们号称就是神仙级的水，是神仙级的水，因为里面有超过90%的 Piteron， 它不是化妆水哦，对，它是像精华一样的水。这瓶呢，每一次到了周年庆必牌的原因，是因为买一今年要送多少，你知道吗？送多少？因为他们不讲折扣的，他们直接买一送12，而且现在啊，买一送12，只要4100块，4100送12，哎，超划算的。对对对，你想4100啊，是有一点贵呢。可是我告诉你，它正品价值多少钱，你知道吗？多少钱？快3200。这瓶这么实用，所以你花1000多块就买到这一瓶哎。接下来我跟你讲，一定要用这瓶。什么？这瓶？它就是一瓶，应该是这个品牌的第一瓶抗老精华。这瓶其实它里面有一个他们独家的肌原再生配方，它可以透过这个肌原再生配方，让你的肌肤回弹力，回到刚出炉的海绵蛋糕。现在呢，这瓶买这一瓶，买一送五。最重要的是这一个包包，这个化妆包有送化妆包。对，这个是呢，这个品牌首次跟 ADMJ， 也就是在日本非常超人气的潮牌，所以呢，买一送五，它呢只要3500块。3500块，我告诉你，光这些赠品，我算一算就快2000块。真的。赶快来让你的皮肤恢复像抹布海绵蛋糕。我真的舍不得买，那因为我头发其实我是小毛妹，对，超毛，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感觉一直压不下去的感觉。对，而且我平常就是怎么样死命吹到汗流浃背啊，刚吹完很漂亮，大概2秒钟后它就整个又很毛了，是很麻烦。而且它很好的是，因为它这个可以敷，然后有时候头皮都会一直吹很塌，然后它可以这样把你头皮吹干之外，又可以我觉得有那个蓬松，所以我一定要趁。那因为我想到这两个都很贵啊，我不敢挑太多。可以结账了吗？好好的，这个就是新妹姐很喜欢这个，它原价是，我觉得你胆子好大，8202元。8202，可是它这是原价，这是原价。哦，是它周年庆，它有62折，所以它是。3000块，但是我觉得买1000块吹风机实在是不太对。到底要买多少？不是说1000块的吹风机不好了，我必须要声明。但是其实一把好的吹风机对一个人来讲很重要。我知道。但是周年庆的时候一定要下手这一支吹风机。但我在，因为我本人，我必须老实讲，连我买都没有这么便宜。我自己买，对，因为它原价要4100。4100块吹风机，你们会买吗？会买吗？会买。不要这么急，可是他周年庆哦，他有到63折，就是比我买还便宜哦，我买还没有到63折哦，他周年庆只要2588。688，没关系，再加这一个，这个大概没有，这是送的，送的，这是送的，这是送一组，请问我可以再去挑？这是送一组的，就是如果你买了这吹风机，就有送这一个，对，但是要有一把好的吹风机才会有好的发质、好的肤质、好的头皮，那不是吹脸吗？出去一整天都不会毛吗？因为
其实啊，为什么刚刚要讲说才会有好发质、好头皮、好肤质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在吹头发的时候，吹风机的热风一定会吹到脸上，对，它相对也不止把你头皮跟头发的水分带走，它也会把脸部的水分带走。所以你一把好的吹风机其实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慧如挑选这支非常聪明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独家的 EHD 科技负离子。你开这个吹风机的时候，它同时可以释放出4000万个负离子，它是内嵌在里面，所以当你打开吹风机的时候，这个负离子会透过这个风口，然后很均匀的散热在你的脸、在你的肌肤、在你的头皮、在你的头发，真的。啊，负离子需要另外按按键吗？不用，不用，你打开就可以了。现在有些是要分开，没有啊，这边有按键啊，你只要这样子推一下就好了。对，那如果我们头发缺水的时候，第一个除了没有光泽之外，头发会很容易打结。其实我用了一个很宽的梳子，它还是很容易打结。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势必一定要选择一把好的吹风机，它才不会把你头发的水分应该要有的水分给带走。然后你只要由上往下，我先都不要把它梳开哦。哎，这样就可以了。对，连到头都不用了。而且你吹完头发会有一种软软的感觉。卷梳啊，然后这样，而且是请专业的人吹吧，自己应该没有办法。这话可是我觉得，好像吹风机真的很有用，人有，所以吹风机很重要。好亮哦，是没有任何法品哎。对啊，连梳子都没有，3000连水都没喷，对，它就要顺过。这项目没有，好亮哦！不喜欢用润丝的，不喜欢用护发产品的，其实很适合。然后再来是因为它有1500瓦专业沙龙级的瓦数，但是它又不伤害你的头发，可以让你快速把头发吹干，然后又不会让你吹完满头大汗。对，而且重点是满头大汗，对，重点是现在欧美很流行所谓的吹发三合一。就是第一个，我只要吹头发，就像我们刚讲，你就可以完成发质柔亮亮丽，然后头皮呢干爽，但是还是有保水度。我们可以先看表面，就是我这边不敢硬梳，对，然后我们再看后面。啊，你帮我拨。哦，就是一个有光泽，一个没光泽。那而且慧如的头发都还是有染的哦，而且发尾算是干的。所以其实不管你任何发质，都其实都需要一把好的吹风机。才1000多是不是？2500，而且一定要买，因为买的都比我买的便宜。好哎，买的头发，这边是那个拍洗发精的头发，真的真的。你如果真的接到洗发精广告，你要感谢这个吹风机。对啊，真的。使用负离子吹风机来吹整头发，呵护头皮与发根，让头发变得光泽蓬松又有弹性，连肌肤也会变得水当当哦。要结账，好，我厉害哦。屁啦，没有啊，周年庆一定要就是你知道彩妆什么保养品都要，然后这个呢是一定必买的，一定是啊，因为秋冬温泉买，就是脸都会很干呐、啊。敏感的话，就是如果乱上妆，根本就上不上去。这已经要有，它是妆前的。然后这个我个人也是非常的爱。啊，这个也很贵。这个它也是，因为我就是对非常保湿的一个人嘛。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这个也是保湿凝胶型的。然后它等于是用在那个肌肤的第一道保养程序第一道，然后它除了可以保湿之外，它可以加强后续的一些吸收。再来。这一罐它那么大也是保湿，被你弄破了？有吗？没有啦，就它还是保湿的，因为这罐也是他们的还蛮厉害的商品。然后等于它是有玻尿酸，很多的玻尿酸在里头，所以我就觉得哇，全部都这样保湿了。所以就从里到外，包括妆前这些东西，全部都有保湿的效果。然后秋冬那种敏感肌就不会有问题了。好，是这样的。那你要赶快用哎。好，怎么了？干嘛呀？你看着我这样。对，这个季节刚好帮肌肤保湿，买这些保湿很会选，很会选，帮他报价钱。好，好，这个保湿的水凝露，贵吗？原价3000块钱，然后现在特价1800，打6折。然后呢，哇，刚刚挑的这一组，这个也是贵，这个不便宜，对，这个也不便宜，对，原价很便宜。这个呢，原价是5685。
现在打七折，特价之后是3980，其实算划算，这样总共目前为止多少？5780已经过半了，哎，这个灯架也不便宜，这个不便宜啊，而且还有三十嘞，四位数呢，它有三十，是大大的，占大笔。像这个组合，它里面有焕颜凝露，就然后还有他们很畅销的试色隔离霜，对，可以隔离脏空气灰尘的这个隔离霜。光是焕颜凝露哦，一瓶就要1300了。嗯，对，我记得这瓶要便宜。然后呢，这个试色隔离霜呢就要1700喽。哦，所以它是2000的，有三瓶，那不就3000了？两瓶了吗？4000，两瓶焕颜凝露吗？对，我跟你讲，这个原价要5307，但是周年庆是破天荒，哎呦，下杀65折，只要对划算多少？3480元，然后呢，还送你两支小的，就是再送你一瓶小的焕颜凝露，再送一瓶小的试色隔离霜。所以你看，你平常光买焕颜凝露两条就要3000了。然后你等于多花480，就多了这么多东西，一堆东西。哇塞！所以这样过了没？爆了没？9260。但是我们不懂什么顺序哦，对对对，顺序用一下，好。然后你看，我现在教大家一招。嘿，它像妆前的打底的产品的时候，我都会用海绵，因为它会更均匀、更服帖。那这个试色隔离霜，它有 SPF 20的防晒系数，然后它不是粉底哦，它也不是 BB 霜，它是一个有润色功能的隔离。试底的效果，它是有颜色吗？所以它有试色，人家才取试色啊。那所以我不化妆用这个可以吗？光用那如果要化妆，可以要用这个吗？要，因为它还有很大的功能是帮助我们隔离彩妆、脏空气、灰尘，对。那我也可以用完它再用粉底液，对，用完它再用粉底液，对，或者是局部做一点遮瑕。OK， 你看一下，现在肤色看起来就更漂亮，颜色捣乱，哦，漂亮，哦哟哎，嗯，那老师整个都是用弹的，轻弹上去。哦对哈，老师不能用撸的，要用这样压的哟。像皮肤比较干燥的女生，在秋冬天，我觉得你做的任何动作最好都用轻压或轻按的动作，效果是最好。哇。老师，我的问题，那如果我上粉底，会不会因为这个试色的那个隔离霜，然后导致我的颜色会被掉？不会，因为这个试色隔离霜它还有分7个颜色，这么多？对，它有分不同的肤色适合用的，所以它在隔离的同时，就可以帮我们的肌肤做调色的动作。对，所以你看现在，哇塞，有哎，好，非常不用再打底了。而且可是完全没有妆感，好像修片过的，就是我好像只是觉得保养完了，很亮很亮。对，这样子再带上一点点唇彩，就可以出门上班。睫毛黑色就好了。保湿效果的润泽试滴乳，提高后续底妆的润泽度以及服帖度，达到完美的桃子肌。我跟你讲，你要先冷静一下。为什么？因为哦，其实到了周年庆，真的很引诱太多了。对，什么都想买啊。对啊，尤其是像你这种这么白的皮肤，这么好的，所以很多专柜小姐一看到你，小姐你好漂亮，你的皮肤好好。可是，你说啊，什么？可是什么？对。可是，你细纹已经跑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其实有一个东西哦，从好莱坞明星到台湾的艺人都很喜欢的，你看就是这个，它呢不但能够把妊娠纹除掉，最重要的是它把你脸上的细纹都除掉。真的假的？所以我有救了吗？最难除的妊娠纹都除得掉，你脸上细纹算什么？通常我喜欢是在哪里，你知道吗？虎口。哦，这里有纹，这里好皱哦。你看这边是不是平的？你看这边。这边是平平白白亮亮通通，然后这边好小，干干皱皱扁扁细纹，这个呢叫做白金级的经典抗皱组合。真的假的？那我要买给我妈妈。告诉你，你自己才该用。你看看你笑起来，你看那个眼睛下面这一瓶，再加上2瓶的精华，然后还有眼霜。然后呢，其实在周年庆的时候，你只要买一瓶精华，他们本来就会送一瓶小瓶舒肤诺的精华。这样子，你看到这么多瓶，还有这个。
原价17,980元，嗯，现在周年庆629，只要11,200元。但是一定要买啊，六二折，而且这个折扣是实际上就是商品的折扣哎。如果说你已经哎，你觉得哎，其实我的纹路还好，嗯，但是呢，我想要让我的肌肤明亮度增加，嗯，或者是呢，能够让我增加，嗯，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想要抗老的这一组。是它的皱纹 AB 焕肤凝萃，凝萃。为什么叫 AB？ 因为它这里面有两个非常棒的维生素源 A 跟 B。嗯，维生素 A 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缩小毛孔、紧致毛孔。哦，对，老师有讲过。明亮肌肤，嗯。然后呢，维生素 B 它很重要的是强化肌肤的健康程度。一瓶这个，嗯，再加三瓶。除皱霜，除皱霜，除皱精华，精华，眼霜，眼霜，嗯，这三瓶52折，原价7,450元，现在只要哇塞3,900，你看是不是非常划算？真的很划算，也基本上就等于是买一送三啦，啊。所以还在那边走走走。这里有没有觉得整个人就觉得好像在森林里面？是，对啊，因为在这里呢，从头到脚都可以让你得到呵护。其实这个品牌呢，他们的头发的造型品啊，或者是身体的东西都非常的好，嗯，知道吗？像我告诉你，我第一瓶买最贵的洗发精就是他们家的，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迷迭香薄荷洗发精。没想到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现在变成了 number two。 哎，那 number one 是谁？ number one 据说是这个会让你解决落发问题的洗发精。哦，现代人太容易掉头发了。对啊，很多东西耶，你看顺发的，所以它不止头皮的，然后身体的乳液那些也都有。对，然后定型的啦，或者是他们有一个那是那个一个叫做强效的保湿凝胶，是世界上第一瓶的晚安面膜。头发的晚安面膜，不，脸的晚安面膜，脸的晚安面膜。嗯，其实很早很早十几年前，他们就有这样子的概念，就是从这个品牌来的。哦，从它开始的。对，他们家呢，其实全年不打折，全年不打折，从来不打折。嗯，但是有什么？满额赠，有送东西。满额赠，满5,000块，你就可以得到经典体验组。哦，是什么？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啊，送的从头到脚都有的。对，我的第一瓶洗发精的系列就是迷迭香薄荷系列，只要满5,000块，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价值将近1,300块钱，很划算呢。对啊，因为平常不打折的耶。对啊，所以送这个，而且这些都是旅行可以用的。对，好期待。对，好期待。那如果呢？你买了超过8,000块，如果你满8,000，嗯，就这一组，就这一组，价值快3,000块，2,660块。所以你买8,000又送一个快3,000的，等于才花5,000块。对，哦，可是要，啊，告诉大家还有个好消息啊，嗯，据说就是如果你满8,000块，几乎不会有优惠活动。然后所以周年庆，而且这个商品不要说小资女了，对贵妇来讲，对啊，可是非常好用啊。对，对，所以就看上好像很多品，我觉得拿这个应该没错。嗯，然后还有就是香水，我觉得香水是女生最重要的配件，香水太重要，所以我刚刚挑了这瓶，这瓶我味道很喜欢，是一个很淡很淡的像花香的香水。嗯哼，对，对。哇，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而且口碑这一瓶呢，对，从去年上市到现在已经卖了17万瓶了，光这一瓶很厉害，而且是得了很多奖的乳霜。这一瓶正货啊，就要4580了。现在买这一瓶，送你2瓶15克的小茂树，还送你3包今年刚推出的一个复活精粹，很厉害，对不对？4580送你这么多，正品就价值2,000多块了。所以总价多少？6648。现在等于打了69折，只要4580，还蛮划算的。所以你只要花4580，就得到这些。太好了，所以现在还没破表，对不对？还没。好，现在来4580啊，应该。哇，可是这个太便宜了，应该不贵了。它这瓶香水的确不便宜，对，3,700，特价，2,900。
其实也是很简单。可以送我一瓶小的吗？那可以送我一个试用包吗？你真的是牙膏哎，真的是！大好不容易熬到周年庆，对呀，这么多东西，好啦，他小资女嘛，他小资女。好，我先把这个活肤霜呢，先让它涂上去。然后这个活肤霜呢，其实他们当初做了一个实验，来一个临床测试，然后也经过了很多见证者还有试用者他们的一个亲身发现。你用了它之后呢，一瓶用完啊，你就可以逆转十年的青春，真的假的？十年！我先把它擦完，擦完之后呢，建议你如果真的要改善这些纹路啊，你可以整脸擦完再取一点点，一样再抹一次，因为我们要做加强抚纹的动作。怎么抚纹呢？其实如果在家里很简单，你就用两只手的虎口，就是对着你的法令纹，用食指对着法令纹，这样，对，像泰山一样，压着，对不对？直接，哇，怎样？很舒服，有没有按摩的感觉？对，是有按到穴道，有，对不对？你就是记得，只要这样子虎口就好了，这是他们一个很特别的。老师，那你也很触鼻，隔在这里，但是你用法令纹按，哪个时候会隔到这里？你看哦，我拉到这里，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我整个包上去了哦，而且只拉一次而已，你看，尖的嘞！天哪，可以差很多哎！你看，你看你的法令纹，你更歪，等我以前我会歪，我每次我一看，色也变了，而且嘴边超明显的，对啊。均匀的擦上可以修复细胞的活肤乳霜，搭配老师的提拉按摩手法，让小鹿看起来瞬间年轻了十岁哦。对，因为保养品我已经买完了，所以我现在要买的就是买什么？很棒的东西，好大瓶，你看，最大的。我觉得你胆子很大哎。为什么？因为通常这种大瓶都很贵哎。对，可是通常这种周年庆的时候会非常划算，而且这种沙龙级可以用大概半年呢，这一定要买的啊，对不对？而且这个牌子就是对头皮又好闻，像这种长蓝法的，一定要。再来就是这个了，内在美，有没有？你有必要？我有必要。外面姐，我现在非常需要。你是男子汉的身材，我跟夏涵老师穿个那种白 T 就好啦。没有，穿胸罩干嘛？对啊，你看像这种。好看，就很美啊！而且平常这种没有周年庆没有的话，这个牌子都还蛮贵的。对，好的，现在要买衣服，来多少钱？算账，来算账。这个啊，其实基本上来讲，像这一瓶它是精华液，它是直接喷抹在头皮上面，是不用冲水的。它是针对于毛囊，它大概就要2000多块。哇，对，如果一瓶2000多块，这么贵，不知道这么贵。然后其实啊，我必须要讲是这一瓶洗发精啊，它基本上它大概就是200ml哦，它就要1000块。单价不便宜，而且连我去买都没有折扣。但是像这一瓶啊，这么大瓶的哦，它是这么大瓶，你真的还蛮厉害的。因为我家有，所以我以为它现在是1000ml。一千亩，所以如果你算起来的话是5倍嘛，5000块，对不对？是大概是5000块，但是呢，这两瓶加起来现在只要5880，这可以用好久。我快爆表了耶！对啊，你再买三套，哎，你三套可能不爆表，可以放回去一套吗？2000多就爆啦。这是对啊，1999，原价是，我看一下哦。49折，折数之后是1999，内衣是2480，内裤是2580，然后你内裤要2580哦，哇塞，这内裤好贵哦，一套才1999，舍不得穿了。然后另外这一套啊，它特价也是1999，哇，1999，你爆了，已经爆了，这一原本要12800，周年庆只要6888，你根本就疯了嘛，小子
叔叔加起来的价钱吧。真的耶，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因为他真的他拿头壳真的被打坏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老师，快来看啊！怎样怎样啦？刚看那么多保养的、彩妆的，一定有打折，对不对？当然啊，周年庆我不是跟你讲，从头到脚，到你的脚趾头都打折。对啊，那我想要彩妆品牌。你有没有用过它啦？我知道它很好用。对，这个我一直没有够。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这个叫什么？这个是真的很棒，这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它叫做试色隔离霜。试色隔离，它其实是一个隔离霜，但是呢，它本身保湿能力非常好，肤色也有点调整了。然后你再试试这个柔矿定妆蜜粉，你就这样子轻轻的，它的矿物粉非常红啊。对，你摸摸它的粉细不细？质地超细。所以呢，在这一个周年庆，还有什么样的组合呢？他们的组合就是这个。无瑕嫩颜组，它的原价要5200块，现在打6折，3600。然后除了呢，大家一定会买底妆的商品之外啊，其实很多人在我们节目上面看到我们在化妆的时候说，哦，你们那个刷子看起来好好用哦，你们那个刷子好像轻轻一刷，一定是很专业、很好用的刷子，一定很贵。对，点赞。现在怎么样？这个品牌听到你的声音了。听到我的声音，因为太贵，我们可以有折扣吗？折扣，就周年庆的时候会折扣啊。但这个女生只担心折扣，周年庆就是在担心折扣啊。来，你看这个盒子可不可爱？很好看哎，漂亮对不对？装什么的？打开。你看，它是一个专业的刷具组，里面包含了这个呢是腮红蜜粉的两用刷，然后呢一支大的大面积眼影刷，眼影刷，小面积的眼影眼线两用刷，然后这个是眉粉跟眼线的两用刷，这一个专业的刷具多少钱？原价大概5650块，太贵了，怎么办？怎么办？打几折？打几折？打几折？打4折。小资女对不对？这种刷子对不对？局部的这样用一用，不能花太多钱啊。对啊，所以2500哎。哦，2500很好入手啊。对啊，我们都说这是小资女的必备刷具。真的，而且又时尚，拿出来感觉就很贵气哦。对，但要告诉大家这有限量哦，这有限量哦，所以要赶快来哦，要抢哦。好吃，皮肤要好，三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哪三件？大家都知道一定要防晒嘛，对不对？因为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很大，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要保湿，因为这样你的皮肤才会有弹性柔软嘛，对不对？像海绵蛋糕一样。但是现在太多人呢，卸妆卸了，洗脸洗了，但是你是不是把毛孔里面的脏东西清出来了？我怎么会知道？他知道。谁知道？他知道。细细的刷毛知道。根据心蕾姐的说法说，这个刷头怎么会比她的腮红刷还要柔软？对，是不是？对，因为。这就是它，非常可爱的这一支粉红色的耶。对，粉红色的这一支电动洗脸刷，我们都叫它美颜神器。你看我手，为什么它站这样？它其实现在是在充电的状态。哦，站着充电。这是它的充电座，然后呢，你拿起来看，全机防水，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洗脸。哦，好棒，好方便。然后按下去的之后呢，其实它有两段的转速。第一段转速是一般，第二段转速是深层清洁，然后最重要的是它的刷毛啊，只有毛孔的1/3的粗度。净颜焕彩洁肤仪这一支呢，它其实周年庆嘛，就是说打折优惠，买一付一再送一，原价是7000块，现在特惠价是4900。然后因为是姜黄的关系，所以其实呢，而且它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它的味道啊，都还蛮舒服的。哎，老师，它是在洗完头还是洗头前？它在洗完头、湿发的时候、干发的时候，出门前也可以，睡觉前也可以，任何时候。重点是它是不油腻的。它就是一段时间过后，它吸收真的不会导致我头发会变得很。而且你知道它的洗发精很特别，是你洗完包含它的润丝，你用完之后隔天睡觉起来，你的发根是站起来的。对，因为我自己本人有试用，然后其实你就是我们就均匀的分线。然后就是之前我们会讲说你大概每一区域你都是要喷洒这一个按摩的精华液，头皮的精华液，但是其实我们大概可以隔一个宽度，大概是1公分到2公分，就喷一次。对，喷一次。然后你是喷在头皮哦，记得。好。
真的不黏哎，很舒服。真的。而且啊，像 N 头皮这么油啊，超适合的，真的，因为它有微微的微凉感，它更可以舒缓你头皮的那种出油、毛囊那种发炎的状态。而且我换季也会过敏，还会发痒，就是轻轻的。轻轻的做头皮按摩，然后帮助你快速吸收这个头皮精华液，那你就可以大概可以感觉到发根是这样子站起来的，就是松松的。所以谢谢吴玲玲老师，谢谢老师。大家所选择的寝具以及保养组，每一项的优惠折扣又是多少呢？好，先看这个韩国很红的化妆品，这个底妆组呢，原价是1860，然后打完折之后是1599。哎，嗯，蛮便宜的呢。另外这个很经典的护肤品牌推出的这个组合呢，还送了一个袋子哦。对啊，而且荧光色的。好，原价是4326，打4369折，2980。真的，这个还用这个大名，这个用就很久，便宜，那是真的很便宜。这个小织女买一点都不会心痛啊，看一下棉被，应该好的棉被会破万。等一下，我看一下，因为我也很舒服，我刚裹的都睡着了，是不是很舒服？然后这个双人的羊毛冬被，羊毛冬被，羊毛，对啊，羊毛的，纽西兰的，难怪那么舒服。原价9600，因为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内衣内裤，男生女生。大牌子哦，周年庆，想不到2680。